喜欢。为什么都是湿的、啊？你们还是把它擦擦，反正你们不需要。行李箱都湿的。它全湿了，超级崩溃的徐小姐抵达泰国曼谷的饭店，打开行李箱，结果里头全都湿。来泰国的第一件事是干嘛？晒衣服，晒衣服。用袋子装的中药，盒子装的化妆品，结果也遭殃。哎，人要全湿啊！重要的纸袋，哎，连口红都滴水，还仅搭配晒衣服，瀑布哎。桃园机场宛如水上机场，波及出国旅客，倾盆大雨像瀑布，望着飞机迟迟不起飞，只能干着急。徐小姐跟朋友四女一男，原定早上9:50于桃园机场起飞，但大雨延飞拖到10:25，机组人员才广播，而飞机延误了将近2小时，终于起飞了，折腾一上午抵达目的地，直到打开行李箱。从大雨到现在，整个就是多灾多难。桃园机场出入境行李输送带都位在地下室一楼，当时天花板漏水，地板也淹水，因此旅客的行李湿哒哒。但接下来几天换洗衣服都是湿的，怎么玩呢？让旅客抱怨有够扫兴。记者台北桃园综合报道。